好，来看到这个百货周年庆下杀价格，让消费者是忍不住心动。而在台北市呢，这个候车站的商圈现在也推出了休会促销，有100多家的店家是联合特卖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不仅是有名品一折的价钱，还有1元价来加购等这些好康之外，消费满额还有机会将42寸的液晶电视搬回家。而人潮最多的周末更是加码，有100元加购福袋的活动，只要消费满100元，就可以再用100元来加买福袋，而这福袋的价值呢，也是从最低300元起跳，所以等于是买到就是赚到了。